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根据日本的研究，查甫一天爱食八公克的盐，啊，那女性爱食七公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盐，一盐盐第五条。盐就是有咸味的矿物质，用来做阿米或者是工业用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脆盐盐，这个意思就是规个破气、脆气，亲像是规粒或者是规片的物件。意思要挖脆果果，都要看伊破气的形。第二个词是台南一个行政区，都要读作咸水区。咸水是台湾历史真久的所在，过去有北埔族原住民，因为有内海啊，港口有咸水。另外，开挂水源头也佫有一个正水港，形亲像是月娘，叫做月丁港。康熙朱老管制就写到咸水港街，落尾乾隆时代文献写作盐水港，也毋过咱台湾话也是惯势读作咸水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招朋友为台北骑铁马到高雄，来到台南咸水区，一个无细里骑铁马进入去到人的玻璃店，规个玻璃脆盐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盐，也毋过那是台南的地名，读作咸水，提供予大家。参考。